年来大雨是从排水沟内布袋莲全部排往下游来，造成鹿港轮尾鱼港满满拢是布袋莲，嘛严重影响到渔民的出力。想要出海抓鱼啊，渔民是一边开船，一边又开布袋莲，先将布袋莲卡掉的，甲渔船弄海。啊，就打把诱出来啊！打把诱出来。哎呀，无在水，遐水无在钓。渔民表示。这个布袋莲拢是即个落大雨，位顶又摆落来。是安尼，因阿厝家迄边流出，杨树，因阿厝家有，后过来要放迄布袋莲，看有通想办法按半张都甲砸开。较无害阮这边个在渔民吼，安都袂当直接出海。里长表示，这个布袋莲应该是伫源头都要先处理掉啊，无落大雨也是风台时，将影响真大。就是要在更多里面要解决。不然的话，它这个布袋莲会衍生越来越多啊！你源头不处理好的话，不处理，然后应该在源头就要把它清除掉了。不然的话，你放到那边不处理的话，衍生越来越多，然后遇到台风或是雨大的话，整个放出来的话，影响的层面会更大。即马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赶紧来到三江解决，以免影响到渔民的生计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鹿港采访报道。